孩子，别躺着看书。OK OK， 妈咪。啊，时间到了。孩子，别将军看电视。OK OK， 妈咪。啊，时间到了。孩子怎么了？妈妈妈妈，我眼睛看不清楚，每次我出去找食物都给别的动物抢走了，怎么办好呢？妈妈每次告诉你别躺着看书，也别将近看电视，你总是不听妈妈的话。对不起妈妈，是我不听话。妈妈带你去绵羊姐姐那儿检查看看。好吧。怎么戴呢？哦，原来是我没有耳朵。跟朋友借耳朵。好吧，你现在就带我去。走吧。可以呀、啊。
谢谢你，猴子哥哥。别客气。谢谢你，猴子。别客气。那我嘛，我明白了，每个人的身体都有用处，不可以借给别人。如果遇到困难，脑筋动一动，很多事情就可以解决啦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每个人的身体都有用处，不可以借给别人。如果遇到困难，脑筋动一动，很多事情就可以解决啦。还没啦。